我们今天来改造一下这间布莱彻斯特大学宿舍。那这个宿舍啊，它是比较古典风格的，比较传统感觉的宿舍，也是我们的臣子，我们的大学系列主角目前住的地方。那这个宿舍啊，它是20×30空间，类似于顶楼公寓的概念啦。因为它下半部是无法动的，下半部我们无法改造，它是固定，我们只能改造这层楼以上，往上盖4层楼。所以现在呢，我把全部先删掉，我们先全部打掉，再来重练。那我改造这个宿舍的目标是希望它能够跟其他的建筑物都融入，因为我们建筑物的下方无法动嘛，所以说我希望看起来是建筑物的延伸，而不是额外一栋放在上面。然后再来，我希望它能够跟周围的建筑物都能够融合，看起来不会突兀啊，因为毕竟这个学校是非常的古典的，感觉很有那种文化气息的、很有历史的感觉的学校啊。所以说这个建筑物，我希望它能够完整的融入，不会看起来突兀。那这个宿舍啊，它原本的风格也是比较古典风嘛，比较传统的感觉，所以说我后来改造了，也是沿用它的风格，只不过弄得更加的豪华一点了，比较奢华的感觉。因为这个学校啊，这个宿舍啊，我在盖它的时候想法是，它可能是贵族学生的宿舍啊，有那种百年历史的学校宿舍。因为这个学校啊，根据游戏里的一些资讯，它是拥有千年历史嘛。所以说这个宿舍应该是蛮有年纪啊，蛮有年代的。所以里面建筑物啊，我会大部分看起来比较有那种传统，那种很古典的感觉，有文艺气息的。可是某些地方也会融入我最爱的现代风啦。对，我这么爱现代风，一定要融入一点啦。而且其实啊，其实很多这种看起来外观很古典的学校啊，其实里面它也会稍微的改造一下，里面也会融合现代风，因为里面其实不太可能保有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感觉啊。像我之前住过的一个宿舍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外观就是非常的古典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有很多石砖啊、柱子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它的里面呢，是全部重新打掉装潢啊，里面是完全的现代风。然后对，就是房间有洗手台那一间，就是在英国一间学校。不过这一次我们在盖这个宿舍的时候啊，公共区域、公共场所我都会盖得比较古典一些，看起来有那种百年历史的宿舍。然后这个宿舍啊，我刚弄了一点比较特别的小设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盖了两条，就是走廊，那个走廊是算是半户外空间吧。因为这种比较古典的建筑物啊，它都有个问题，它的采光通风不太好啊。因为其实这种古典的建筑啊，它就是通常天花板比较矮，所以感觉比较有压迫感。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窗户都比较小，所以说室内其实采光不是说很好啊。所以我盖两个那个走道，然后顺便融合一点天井的概念，这样不管是任何地方采光都会还蛮好的，会有那种自然光。要不然我超级怕阴暗的空间呢、我超怕那种就是很潮湿啊、阴暗没有阳光的感觉。所以说你们应该知道我超爱用大窗户嘛。可是这一次啊，我们要盖这种比较古典风格建筑，所以说我没有用任何大窗户啊，我们就用这个天井来当一个走廊的设计，来让阳光可以洒进去。那我也顺便在那个小空间放几个树木，这样看比较舒服啊。底下加一些花，加一些造景，当做个小的观赏的那种庭园的感觉吧。然后好玩的是啊，那个地方有个小人在那里啊，所以害我不能把那空间封起来，我还为他放个门呢，真是的。因为这个宿舍也没有住人嘛，所以说我把这个打掉之后，每个人都在原地不动，所以我盖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有个小人被我困在那个花园里了，不用担心，我给他一扇门呢，还可以随时出来。好的，现在我要盖我们的宿舍的楼梯的部分，那楼梯这里啊也是我们的电梯到达地方，因为宿舍是有电梯先到达嘛，电梯到达之后，我盖个这个好像中庭的地方吗？也不算中庭了，算一个入口处。入口就这里，顺便通往2楼。然后我盖的比较古典一些，我还用了那个转弯楼梯。这个转弯楼梯真的是太方便了。对了，除了转弯楼梯之外啊，这次也可以拉长那个柱子高度嘛。我真觉得超级方便的。像我刚刚门面那里，就是正门口那里，我也是用那个长的柱子，这样就很方便多了。尤其是这种造型的柱子，以前那种就是上面跟下面宽度不一样的柱子啊，你也不能叠加嘛，因为叠加一起变得很奇怪。所以说，以前如果想要比较长的柱子的话，都要自己叠那种就是一般的直的那种柱子嘛，都不能叠有造型的。那现在终于可以直接调整柱子的高度啦，这点真是太方便了，太好用了。好，那我们入口处这里电梯上来之后啊，有两个楼梯通往2楼，然后放了几个很漂亮的吊灯，然后再放一些这个是画像，可能是某个什么创始人的画像，放一下，让宿舍的学生每天进来家门就要先敬仰一下。好，然后宿舍中间这里，我们电梯的后方的空间，这空间我们来盖几间厕所，就是
一楼的厕所，然后比较方便使用的。我用那个隔间厕所，然后还有那个洗手台比较单纯一些。因为这个地方不用放淋浴间嘛，因为他们宿舍会在二楼，所以说二楼的厕所我到时候会放淋浴间，这间就只有就是马桶啦，给他们上厕所用的。那这个厕所风格也是偏向比较古典，它的墙壁啊地板是比较古典风格，可是它的厕所马桶的隔板就是现代风嘛，古典的马桶感觉有点不太好用。我感觉那种古典马桶看起来很可怕耶，有种会闹鬼的错觉啊。说到这个厕所的鬼故事啊，应该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听过一两个关于厕所或者说关于马桶的鬼故事吧，是不是小时候比较超爱听鬼故事的吗？又爱听又爱怕，然后听听关于马桶的鬼故事之后就不敢去上厕所了。通常啊，马桶鬼故事都是说哦，当你坐在那个马桶上的时候会给手伸上来啊，哦天哪，吓死人了。你们应该有听过类似的吧，这种手伸上来的超级流行的，感觉每个鬼故事每个怪马桶鬼故事都是哦，你上厕所的时候啊会有手伸上来抓你之类的，天哪。好，我们在盖空间是我们的宿舍的大厅哦，我们学生就是活动的地方，算是他们的客厅吧。那客厅给他们一台火炉，这个火炉不用担心，对，我做好了万全的防护措施。我在我们火炉的上方放了一个烟雾的感测器，然后后面我也放了那个洒水装置。不过说到这个洒水装置啊，其实这个游戏它的洒水装置感觉有点 bug 啊。我之前很多家庭有放这个东西，有放这一套，可是当这次发生火灾时候啊，它不一定会洒水啊，所以感觉不是说很可靠啊。那对了，我在盖的时候啊，发现个有趣的东西，这个地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毯，它是科德利亚公爵地毯，它是谁啊？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关于这间布莱切斯特大学简介，他说是那个 Princess Cordelia 帮忙建造的，就是这个科德利亚公主，那这个地毯就是科德利亚公主地毯，所以说感觉用的地毯超级适合的，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创始公主，她的地毯来布置学生宿舍，感觉超级适合的。那听说这个公主是二代人物是吗？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模拟市民2其实我没有玩过太多啊，我只有玩过一点点，所以不是说很了解里面的内容。那这个宿舍的颜色我都是用就是绿色啊什么什么的，因为这间 Bradchester 它的颜色就是绿色嘛，绿色然后黄色这种感觉，所以用了这样的配色来彰显他们的学校精神。那在盖这个时候我也用了很多学校的一些旗帜啊什么海报来布置，因为感觉学生宿舍嘛会放很多他们的什么社团海报吧，学校一些旗帜，所以感觉还蛮适合的，然后顺便放个钢琴。其实在盖这个宿舍的时候啊，我发现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古典风啊，我觉得这种古典风有它的特殊魅力啊，就跟古典音乐一样，不管多了多久，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古典音乐还是一样好听，对吧？你们会听古典音乐吗？你们平常没事会拿出来听吗？那其实我啊，我没事之后会听古典音乐。不要笑我，我想笑我，不要笑我。对，我觉得古典音乐啊，有些真的超好听的，听了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平静，很舒畅的感觉，很适合想做事情的时候啊，或者是交通的时候，超级适合听的，有一种啊，我的心灵在舒压的感觉，会让人专心啊，对。然后我觉得啊，这古典音乐很好玩的地方在于，就是每个作者、每个音乐家，你都可以听出他的个性，听出他人生经历，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个性，他音乐风格就会差很多，所以超级酷的。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建筑，对，就是我们这里啊，刚好有个空间，我想说放个吧台好了，因为学生宿舍嘛，可能常常想喝什么果汁啊、柳橙汁啊、葡萄汁啊之类的，就放个吧台，然后刚好在我们天井前面，所以背景还蛮好看的。那我真觉得这个天井还不错，让里面采光看起来非常明亮，不会有这种压迫感。那我也准备放一个这次新增的饮料桶，这个是可以跟朋友啊一群人开派对的时候倒立喝的果汁桶，那果汁桶超酷的，我还蛮喜欢的。那回到我们这个音乐，就是对，再聊一下音乐。其实我觉得啊，关于音乐我的喜好差很多，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EDM 嘛，很喜欢电子音乐，所以说很喜欢听电音啊，可是我也喜欢听流行音乐，也喜欢听古典音乐，所以其实我感觉我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看当下心情喜欢听什么吧。你们喜欢听什么音乐都欢迎跟我分享。好，那回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宿舍进来之后右手边的空间，这里我想说放一个我们的好像算是体育室吗，活动室，我放了新的乒乓球的桌子，还有那个机器人的台子，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做一些机器人啊，然后玩这个新的技能。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之后也想让我们橙子来练一下机器人呢，还可以做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做个机器人男朋友，哇，这个不求人啊，
恋爱交友全部自己来，超级方便的，还可以帮你打扫、洗衣服、煮菜啊，对吧？可是我觉得啊，这次大学生其实不太好拿到好成绩。如果说想拿到好成绩的话，几乎就是不能玩任何的课外活动，也不能一直交朋友，就要专心读书才能够拿到好成绩。我们陈子就是最佳例子。我没有了，我们陈子是因为上学期不小心翘了一天课嘛，对，他不是故意的，就学科被荡光光了，唉，难过。好像隔壁这一间，我们来盖我们的这个食堂。有感觉啊，虽然说很少宿舍里有食堂了，可是为了我们小人方便，我想盖间食堂，他们可以自己吃东西啊，然后喝饮料啊，弄个吃饭空间。那这个食堂啊，我用的这个桌子，那个什么自助餐台子，如果说放这个台子的话，就会 NPC 自动来这里帮你煮菜，你可以给他点餐吃，还蛮方便的哦。然后旁边放一些新的吧台桌，这是有这个吧台桌，我超级喜欢的。这个是圆形的吧台桌，是我们第一次有这种圆形的吧台桌吧？应该是以前的圆形桌子只有那种小的桌子或餐桌，没有这种高的吧台桌。然后我们的 cafeteria 这里用一个比较现代风的灯来稍微装饰。那对了，我下载了一个可以在宿舍放火炉的模组，因为一般宿舍是不能放那个煮菜的火炉，可是我下载那个模组，所以说宿舍可以放那个火炉了。如果说你们对那个模组有兴趣的话，我会看一下，如果我记得的话，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影片简介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样也代表我们宿舍起火的几率又加倍了。好，那旁边这里还有个空间，我放一个那个比较大型的餐桌。那这个餐桌它也是吧台桌，这次超多那种比较高的吧台桌，我觉得超酷的。因为很多学生的宿舍的食堂啊，就是不一定宿舍啦，很多学生的食堂里面，他们的桌子都是比较高的嘛，都是那种吧台的感觉的，所以感觉这种桌子超级适合。然后我突然想到啊，这个游戏里的大学其实福利还蛮好的。只要是学生在这里自助餐的台子夹菜的话是不用钱的，都是零元。可是如果去别的学校就要付钱，所以感觉这件事福利非常好啊。要不然一般学生吃饭还是要付钱的吧？有大学是包三餐的吗？我不知道啊，应该很少吧，几乎没有吧。好像我们来到二楼喽，二楼呢，我们走上来之后，在我们左右的天井走廊的中间有个空间，这里我要盖一个图书馆、读书室，因为学生宿舍嘛，又是这种优秀的贵族学校。所以课业压力其实应该还蛮大的，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个读书空间，好好的一起写作业啊，一起研究，一起看书。那这里我放了一个一般的电脑，还放了一个研究资料库机器，可以让他们做一些研究，然后放一些可以写作业的台子，让他们可以自己写作业。那等一下我还放了那个咖啡机跟泡茶机器，因为可能会熬夜读书嘛，熬夜写论文需要点咖啡因。好，那像我们走廊的左右两边就是大的宿舍啦，那右上角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主角，我们陈子的宿舍，所以这一间特别豪华，特别大。我们有点私心啊，不好意思。然后这个房间的风格就是比较粉彩的哦，大学生感觉的风格偏向现代风，因为我感觉啊，这种宿舍其实现代风住起来会比较舒服吧，我的感觉啦。用一些新的家具。这次的家具啊，很好玩的。它不是看起来非常 IKEA 风吗？然后我发现它描述直接写说它是宜家的家具啊，超好笑的。因为 IKEA 中文是宜家嘛，对不对？超级好玩。然后我也在我床的周围啊，上方放很多灯的装饰，因为我超喜欢在那个房间里用很多灯来装饰，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让你心情非常好啊，有种很温馨的感觉。所以我也帮我们陈子的房间用了很多灯啊，很多什么流苏啊来装饰一下。然后我突然发现啊，我们这个陈子的床单配色跟我床单颜色一模一样，哎，怎么这么巧啊？难怪当初看这东西觉得哇一拍即合，就是这张床了。因为我枕头套也是粉色的，然后旁边放的小枕头也是那种米色、藕紫色颜色，然后我的床单也是粉色，我的棉被也是金色的，一模一样哎，怎么那么好玩？然后我们再来布置他的读书空间咯，放他的书桌，然后书柜。这个房间真的超级大的，其实这个大小感觉像那种单人公寓大小了。一般住在学校里，房间通常不会那么大，除非说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才会有这样的大小吧。不过我们陈子他是富二代嘛，算是富三代了。富三代是星二代，所以说他的宿舍大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好，那旁边放那个小的桌子给他读书，然后放个衣柜、书柜，然后再放一个什么？
而放个化妆台耶，有感觉啊，她全职应该是很爱漂亮的个性嘛，她应该想一个梳妆台，可以每天打扮好好的再去上学。可是我感觉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努力读书啊，真的是不容易拿好成绩。那这一点跟三代也蛮像的，以前玩魔三的时候，我记得小人也是不容易拿好成绩，甚至连睡觉的时候啊，学业表现都会降低，超级夸张的。那这一次没有所谓的学业表现嘛，我们是看不到的，它是隐性的啊，所以感觉更可怕。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成绩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表现到底怎么样，所以只能就是到期末的时候看成绩单才知道了。感觉就是有好有坏了，这样也是比较真实了。因为现实生活中应该不会有那个条给你看嘛，你要到期末考到成绩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表现到底怎么样。好，那像来到我们旁边这一间是我们的浴室咯，我们浴室也比较大一点，有自己独立卫浴，对，这个是超豪华的房间。然后卫浴我觉得比较简单了，因为毕竟宿舍嘛，不可能有太豪华，可是我觉得已经很豪华了。它有自己的淋浴，有自己的浴缸，有自己的马桶，自己的洗手台，还要求什么人生已圆满。好，大概这个样子。那卫浴的空间呢，用的比较基本一点，比较简单干净的样子。那可能这个宿舍他们的卫浴都是重新翻修过的，所以都是很现代风的瓷砖。然后旁边有间卫浴，这个是另外一个宿舍走过来的厕所，所以是一人用一间。另外一间是双人房了，就不是单人房了。我们全只是唯一一个单人房的宿舍房间。然后别间宿舍我就布置的比较简单一些了，我就是放基本的床啊，然后书桌，然后衣柜这些。因为其实 NPC 小人住进来之后，他们自己布置自己家嘛，他可能会自己放一些海报啊，然后放一些植物啊什么什么的之类的装饰。所以我感觉啊，其他小人的房间不用布置的太复杂呀，这样才能让他们有空间自己放的东西。而且每个 NPC 他们个性不太一样嘛，所以我感觉由他们自己来布置，感觉会更加的生动，更有那种NPC 是活的感觉。说到这个室友啊，这次的室友系统真的做得非常好了，我感觉室友真的是很灵活啊，他会做很多事情，他会带东西回家，还布置自己房间，会带朋友回来，还会开轰趴，真的超好玩的。那其他间宿舍配色我也都是用了就是布莱彻斯特大学颜色，就是绿色为基础来往外延伸。不过等一下每间房间我都会稍微做一点不同，让每间有一点点不同，这样比较有趣一点嘛。然后再来，我会在这个宿舍的楼上塞进十个床位，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它的宿舍室友上限是十个室友，所以我想说尽量把它放到最大好了，这样比较方便一些。那我们陈子住这个宿舍啊，我记得是有九个室友吧，应该是加我们自己九个，所以是八个其他室友。可是我还是放十个床位了，这样可能如果说未来有新人加入的话可以进来。然后就每间稍微的调一下配色，调点不同的海报。那间可能是有个什么胡林的转学生，所以带了他胡林的那个什么床单啊，胡林的海报过来了。那这边每间房间都没有说很大啦，可是也够住，该有都有，至少都有书桌还有床。那旁边最左边那个白色是他们的卫浴，这个卫浴比较小一点，因为空间不够嘛，因为我想尽量塞下十个床位，因为感觉啊室友人多玩起来比较好玩呢。如果说床位不够的话，室友就会变少，室友是根据你的床位的数量来决定的。所以说看啦，如果说之后我觉得厕所太小的话，我们再来修改，先暂时这个样子。好吧，那我们宿舍差不多盖完咯，那希望你们喜欢这间宿舍。那我这个宿舍会放到工坊上，搜寻我的 ID Catherine1019 追踪我就可以下载咯。那希望你们喜欢这部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请帮忙按个赞哦，会给我很大的鼓励，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已经有订阅的话记得开启铃铛就可以收到通知。感谢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下次橙子就准备要入住啦，感谢收看，拜拜。
you